人力其实很骄傲，对自己很有那个就是自我良好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也有时候问说啊，真的有没有无形的众生呐？有没有外星人呐？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资格那个判断的资格。为什么呢？他用他的一些，他过他的生活，他有他的境界，你有你的境界，你跟他之间的那些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谁说是有没有呢？我们就是这是对我们的人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些东西是非常，我们人类是很多时候思想是就不对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也就是用很多方式来完全要那个反对我们现在的那个境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都不是最究竟的。那小时候的那个他的眼耳鼻舌或者他的境界也不是最究竟的，所以呢，我们用神话故事来，就是他迁走另外一个境界，那这是一个方式。所以就这些就是真正的一些丰富的圆满的地方。OK，那这个我们如果你们作为一个那个天使看不见的组织的话呢？第一看到啊，西藏是更离那个天堂最接近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其实实际上西藏是那个地球上就是一个最高的第三极嘛，现在有时候说地理学家他们说第三极也是很冷也是很高，尤其是全世界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就是这个。OK，再继续看。那这是西藏的天地的那个一部分。什么叫大自然？什么叫自然？我们在现在所有人最向往的这个自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叫辽阔无边？大家都就是知道辽阔无边这四个字，真正的辽阔无边在哪里？就这个草原。那这个辽阔无边的草原上的一花开的那个一朵一朵的花，是不是有人专门就是种的？更甜就是什么的？不是，它是自然长出来的。所以什么叫自然？我觉得就是大概有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天境呢，西藏现在有些很多人那个人也说西藏是最后的天境。为什么呢？就是最后剩下的那个天境，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很多的那些患者都已经破坏了，所以呢，西藏是目前为止，可是现在不是没有被破坏的，当然有，但是还是多少，本来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环境的关系，现在还是我们就看得到这样的一些画面。那这个就是也是西藏的。这里也有我们那个去过直格尔寺的那个师兄嘛。那直格尔寺的对面的那个大区的那个也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OK，那这个也没关系，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那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如果读之看那个古诗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这是我们那个花甲画出来的那个草原。那刚刚这是一个对比，刚刚前面的真正的就是那个草原的画面。当然有些地方某些地方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形容嘛。所以呢，大家看这本这个小说那个故事上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呢，我希望同时就是要记得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OK，那接下来我要说介绍一些那个扎西啊。为什么说扎西呢？因为刚好今天我们不是要讲扎西嘛，对不对？扎西要说扎西的，所以呢，这个扎西是什么呢？扎西是一个名词。那我也为什么专门安排那个扎西这个呢？因为扎西是西藏的男的、女的很多的那个名字的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名字，它有代表性。因为我刚好就是，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所写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是我自己的自传什么的，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西藏的一般的草原上的很，就是一般的一个
小孩子，西藏的小孩子的，一个就是这么说，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可以代表所有的西藏人的那个西藏的小孩们。所以呢，那日扎西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就是西藏的所有的小孩。所以呢，所有的小孩都有不同的、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不一样的阶层、不一样的形状、不一样的性格都有。所以呢，我就安排几个扎西，意思是安排几个小孩。OK， 还有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刚刚的是应该是过得比较贫穷的生活，艰困的，像我小时候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富有的、比较上流的社会的一个扎西吧。当然有扎西有两个，还有更多的扎西。那这是得到那个母爱的那个扎西。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母爱跟母爱的人生这两个字，其实我的这个那个小说的那不是那个当那个什么那个故事的最核心的一些就是部分。所以呢，这个有些是画的，有些是排的，反正都是在妈妈身边的扎西。那我也是妈妈身边长大的一个单亲的扎西，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样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所产生的或者就是这样的那个感情也很特别。因为我也常常说过，我上次第一场那个发表会的时候也说过，虽然是我是一个出家人，出家这两个字是就是我们就是听起来是出家，出了家，所以出去了就是放弃了家庭。那家庭是就是意义就是妈妈为主的一个就是一个组合。那这个放弃了是不是妈妈也放弃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至少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说我虽然是一个出家人，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也没有很坚持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我要去那个色达印度佛学院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那个时候我偷偷去的，也是我每次都很多时候是偷偷的。那第二次我去印度也是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其实有时候是很矛盾，我说很爱妈妈，很多时候我的坚持我的决定都是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这个我要公开的讲，这是事实嘛，我不能假装。但是我心里真的很爱妈妈，我出家了，但是我跟妈妈之间的感情完全没有减少过。我觉得这个也不必要的。为什么？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话呢，你们知道吗，修行的三七二心三七二什么的，那个从那个什么阿底贤正知所讲的那个修大悲心的次第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法门。那它的最基本的第一步是什么呢？你要认识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是你的妈妈。那个时候你跟你的亲生的妈妈之间没有特别的一个感情或者感觉的话呢，你为什么你不可能做到她作为一个榜样或者一个比喻来其他众生也这样的看待？因为你连亲生的父母都没有什么感觉了。而且我们那个修一些那个皈依经的那个什么皈依法行的时候，也是要观想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作品呢有边是亲生的父母啊。所以呢，亲生父母的那个不要，但是呢你还是学佛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不要做到你的障碍。这个需要一个很有贪心的一个重金的一个选择，这个其实不容易。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些看法跟认识都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是尤其是我们一个时间的人，当然是完全不能离开妈妈的爱，这个很重要，始终都很重要。 OK， 那这个就是古诗里面的小扎西跟他的妈妈分享故事的。第一次就是妈妈从小
就是那个不是那个从小时候到那个妈妈一直就是讲那些。